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来了。你又想干嘛？请你吃火锅，看日落啊。谢谢你啊。你让妍妍骗我上来，不会就只想吃火锅吧？当然不是了。 还有看日落，看星星。来都来了，坐下边吃边聊吧。苏执念，你这两天是不是挺烦我的？你知道就好。 那边的星星，是不是就是猎户座？那是天蝎座。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当时可能只是在照顾你的情绪。事实上，天蝎座和猎户座是死对头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会再烦你了。二位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Action！ 家里的事谁说了算？ 谁最笨？谁更有钱？谁最懒？谁更亲人？谁感情上更主动？谁更喜欢对方？ 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确实不应该再打扰你，所以我会学着放下过去。苏执念，我答应分手。毕竟，爱情如投资，除了及时止损，还要实现派雷托改进。 不造成彼此的困扰才行。看来我以前确实没少教你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不会再打扰。 再见，苏执念。